头里有点稍微不舒服啊，头里有点稍微不舒服啊。那个大雕像很高啊，飞机啊，如果迎面撞上那个大雕像的话，也不会发生什么事啊。这是当然是一个智能的东西啊，不像我们人间的那些，一碰上就完了啊。那是一个智能的东西啊，高空当中啊，尤其高空当中。啊，尤其高空当中，飞机撞上去的话，碰到的话都不影响，啊，都不影响，啊，这他们设计的时候已经做好的啊，设计的时候已经做好的事项啊，啊，啊，所以未来它会有很大的变化，一点一点，一点一点就开始，改变了啊，一点点改变了啊，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。